嗨，大家好，今天是我来香港的第十天。最近有关注香港新闻的朋友们应该能知道，几乎每隔两天新增确诊人数就要破新高。作为我的家里人和朋友们，最近关心的最多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出行是不是安全，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吃饭问题。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一聊香港的菜价。大家先来看两张我在网上找的图片，就是在不久前，一斤菜心可以卖到58块港币，一斤豆苗甚至可以卖到100块。这个情况呢，就要从前段时间有这个跨境货车司机在核酸检测的时候呈阳性这个事件说起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啊，因为香港的蔬菜和食物的供应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内地，蔬菜更是达到了90%以上。那你想呀，这些货车进不来的话呢，就会导致香港市面上的蔬菜和食品的价格大幅上涨。但是呢，这段时间以来，中央呢考虑到内地供港鲜活食品的重要性，所以做了一些弹性调整，特意呢安排好和保障好对香港的供应。其实特别想去到香港的各个区的菜市场啊、超市啊，去给大家更加全面的去展示一下香港现在的蔬菜啊，包括冰鲜食品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考虑到疫情呢，我们也不敢乱跑，于是呢，我跟我的同事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就各自关注了一下大家家附近的菜价到底是怎么样的。在路过一家超市，准备进来买一点蔬菜，让我看看，两个生菜是26，一盒这样奶油生菜是27，这边还有一些肉，就是牛排，菠菜，420克是8.5块，然后茄子，两个茄子大概是25.5块，796克，韭菜花这一把是22.3块，苦瓜一个是16块，然后两根黄瓜是17块，两个西葫芦508克左右。我决定拿一把油麦菜，这个是16块，570克。再拿一个娃娃菜吧，3克，13块。因为疫情，所以收银的地方也都比较在远端。大家看到了吗？我在铜锣湾附近的这家超市呢，买了两种蔬菜，加起来一共只花了29块。接下来呢，我住在香港九龙红磡的同事呢，也在他家的附近的一家大型超市给大家探访了一下他那边的菜价是怎么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红磡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来看看这里目前的蔬菜供应情况如何。确实是在最近引起了一些超市有分享这个菜品的现象。那么我本人呢，也是在大年的农历新年期间，在街市曾经买到过将近60块钱一公斤的红苕，所谓相当是贵了。那么目前整个超市的供应量情况如何呢？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现在是下午的4点多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各种类型蔬菜的供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分的。这个价格我们看一下，这个番茄大概是12.9块，一包4个，蹄生菜10.9块，一个，然后这个西芹17块钱，17港币，一包。这个价格跟我平时其实买到价格其实没有差别太多。您觉得这个价格跟最近有涨价吗？您觉得这个价格能接受吗？有，一点点。一点点。通过这些商品的标签，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大部分蔬菜的来源地都是来自于内地。这个也是内地产的长叶菜，它大概一袋的价格是一根吧，13.9块。这是刚刚到的新鲜的。I don't know,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price here, the vegetable? The price now, do you think it's expensive or not? Not so expensive. Yeah. 怎么样，那边的物价看起来是不是也还比较平稳？我们还有一位同事啊，去了一家人气比较高的街市，位于港岛东区的春秧街街市。这是一家水果蔬菜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火龙果的价格呢是100元3个，梨的价格呢50元2个，
其实相较于之前的香港的水果价格水平呢，还是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这家水果蔬菜专营店里呢，还有特价区，标价是10元4份。虽然价格有所上升，但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超市摊位，它的货物供应呢是非常的充足的，种类也非常的齐全。总的来说，以平价著称的春江街街市，目前的货物供应呢依旧非常的充足。在价格上呢，相较第五波疫情来袭前，蔬菜肉类的价格呢有大概10%左右的小幅上扬。我刚刚还接到一个临时的采访安排，今天晚上其实是过了今天晚上，明天凌晨的4点会有一艘装满着蔬菜的船抵达香港的油麻地码头。虽然说时间有一点点令人头大，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高兴的，因为据说这艘船的运力可以承载香港市民一整天的这个蔬菜供应。我和同事们呢还会继续关注和探访疫情下的真实的香港的生活方方面面。下期再见。